柯南与 UA 在某综艺节目结缘，擦出火花，被狗仔拍到深夜幽会，怎料他迅速承认恋情，女方却在 IG 上直呼，我和柯南欧巴去丛林后变亲了，会一起吃饭，相处起来也很自在，但如果这些硬要当成是恋爱的话，我会很难过，否认两人的关系，直到狗仔贴出更亲密的照片， UA 才认了恋情。两人的恋情仅仅维持3个月，决定回到最自然的相处方式，退回朋友关系。事隔4个月，柯南在近期接受韩媒专访，被问到以后还会公开恋情吗，他表示自己的想法比较不同，不是会隐藏的个性，但恋情因此曝光，让他对于 UA 感到很抱歉。